예야. 小时候那个桥，要卖那个姓那个桥，906加 BH 3:1的比例跟他加。906里面加个 BH 就行了，不加别人。对，3:1的比例，906:3。我怕整个视频，整个机器。怎么了？你看吧，他喷头了吧？正翘的谁能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翘得到，什么时候翘不到？又不是平的。哦，翘到那么多。打了两三天，然后高油油。谁打的早谁？